立法院扩权修法引起大家不满，公民所发起的青鸟行动案国内飞到国外。顶礼拜，柯金阿公阿妈包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 LED 放广告支持台湾，车站是换法国。包船由塞纳河支持台湾，世界大桥大联合，台湾这边嘛输人唔输阵。拒绝民主倒退，公民反国安全。近两礼拜，民间团体已经招千外志工，要开始第二阶段的行动。把握服役了后，伫法院中心议决以前的时间，甲国民党选区的选民对话。向南营立委施压，希望改变南营区域立委复议时的投票倾向，招募了近千名志工，并规划六月十一日至六月十六日的在地对话行动。四十一位南营区域立委的选区都有自主公民的力量监督这些区域立委的重要言行、提案还有表决，阻止国民党在未来四年推动各项让民主倒退的法案。因讲公民绝对无可能放阿伯安的软母，后一站就要去新北的板桥甲淡水，还佫按基隆按北部出发。除了反国会人权的诉求以外，嘛唔通让民主倒退行。青鸟行动不属于任何政党，不属于任何政治人物。我们反对的是真小人傅昆萁，以及伪君子黄国昌，目前四不像的拼装车。我们呼吁全国各政党跟随着公民步伐，一起来捍卫台湾的民主。十万公民包围立法院，嘛不是安尼就结束，要让蓝甲白听到百姓真正的心声。民视新闻台北报道。更多精彩新闻，请您下载 App 订阅民视新闻网。